今天是我们家孩子感染这个新肺炎的第三天。然后呢，昨天我那朋友啊，我一个朋友给我送来了好多青菜，然后今天呢，他又给我送来了好多好多的家庭好多好多的一些用的。等一下我给大家拍一下视频看一下。这个呢是刚才朋友给我送过来的，这好多的有孩子吃的，还有一些啊给我送了一些面包。那你看特别那什么啊，面包我们家特别需要，我们家孩子每天都吃。哦，还给我们家买了好多冰淇淋，孩子特别喜欢吃。然后还给我买了好多那个哎呀肉啊，还有那个什么做那个 pasta 叫那个什么的一些材料，就是一些速食的吧，速食的。然后昨天还给我们送了好多的青菜，哎呀我觉得我要特别感谢他，对，特别感谢他。